来日又要恶战，老将军为何独饮苦酒？是文长，来坐坐坐。我今日间仔细观战，故知老将军所虑。文长，难得关云长如此义气，他既不忍杀害于我，我又安忍将他射死？ 若不赦，又恐违了太守将令。老将军，韩玄乃性情暴躁、反复无常之小人，何苦为其卖命？文长，常言道，烈女嫁义夫。 忠臣是义主啊，不可胡言。老将军，可这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望老将军三思。 穿杨之绝技，今日只设亏缨，是报昨日不杀之恩。意在。哼！快给我绑了！是。干什么？黄忠无罪！黄忠无罪！哼！我仔细观战三日，还敢欺我？ 前日不力战，必有私心。昨日马失前蹄，他不杀汝，必有沟通。今日两番虚设，第三箭却只射他的盔缨，此乃通敌之罪证。太守，你若不斩汝，必以为后患。刀斧手，来，拉出城外斩首示众。是。 黄忠，身为汉臣，死而无憾。皇太守开恩！哼，谁再告免，便是老贼同党。斩！太守，黄汉生乃长沙之保证，今杀汉生是杀全城百姓也。你！ 来人，快将叛贼魏延给我拿下！是。众将军，韩玄残暴不仁，行嫌慢事，早当处之。愿随我者便来。文长，万万不可呀！快落下吊桥，大开城门，迎接关将军进城。请。魏延拜见皇叔，诸葛先生。 魏将军，快快请起。多谢皇叔。大哥，军师，是魏将军到斩韩玄县城，还是魏将军率众救下黄老将军？嗯嗯，好。
来人，在，将魏延拿下。军师，这是何故？魏延乃有功之人，军师为何如此？失其禄而杀其主，是不忠也；居其地而陷其城，是不义也。如此不忠不义之人，何以为臣？故先斩之，以绝后患。先生，军师，万万不可。若杀此人，恐降者人人自危，望军师饶恕。今后在主公帐下，勿生疑心。如若不然，我好歹取你首级。多谢先生。饮茶。哎，大哥，黄老将军不仅神勇，且忠义无比。自长沙失守，整日闭门谢客。我几次登门拜访，均被拒之门外，只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休作降将。如此侠肝义胆、忠义之事，只有主公亲自去请。这是为何？自从长沙失守以来，他天天都是如此。他总是说愧对苍天。黄老将军，黄老将军，黄老将军，黄忠经刘备、诸葛亮等人诚意请求，终于归顺。刘备自此又得一员大将，夺取零陵、武陵、贵阳、